这个呢，根本就是懒人界的天花板。哦，只要你涂了它，哎，嘴唇这边的干燥哦就缓解。接着是指缘这个地方有一些脱皮脱屑啊，身体哪个地方，比如说手肘啦、膝盖啦，啊，我们脚后跟呢、啊、有干燥的地方，通通都可以涂抹。怎么使用？两个步骤，里面有覆挖勺，挖出你想要的量，涂抹在干燥的地方。我刚刚讲到了嘴唇啊、手指、指缘当护手霜，手肘、膝盖、脚后跟，通通都可以。哎，偷偷跟你讲啊，嘴唇、手。脚后跟超显年纪的，记得要保养啊。